今日市政府伫咧四号公布新增加265例确诊的个案，包括十二岁以下有43例，十二岁至64岁有203例，65岁以上的有19例，杂志八月初三，今日市五岁到未满十二岁儿童整体的接种比率有89.53%。今日市政府呼吁因应全球奥密克戎亚变种病毒疫情升温，嘛请65岁以上的老大人登照机构的注明含18岁以上免疫不全或者是免疫力低下而且病情稳定的民众，要赶紧来完成到第四档预防下的接种。全球奥密克戎亚变种病毒疫情升温，为着减少感染了后引发重症的风险，嘉义市政府呼吁，请65岁以上的长辈登照机构的注明，18岁以上免疫不全或者是免疫力低下而且病情稳定的民众，要赶紧完成第四档预防下的接种。另外，考量到国际疫情依然相当严峻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也开放医师人员、机场、港口、其他检疫相关人员和航空公司机组员、船员、机构和社会照护系统相关工作人员，各有50岁至64岁的成年人，18岁以上因为外交、公务、洽商等等工作需求需要出国的民众，评估自身感染的风险和意愿，来进行第四档预防下的接种。嘉义市目前有63间的医疗院所提供 COVID-19 预防下接种服务，厂牌包括莫德纳、Novavax。高端阁有 BNT 会当来做选择，卫生局提醒，第三档含第四档预防下，仲要过5个月。确诊过的民众，只是建议伫咧确诊过后3个月接接种，嘛请民众增加利用接种的服务，维持社区群体免疫。同时嘛提醒民众，尤原爱做好骨力洗手、挂嘴安等等个人防疫措施，同时赶紧完成预防下接种来得到保护力。最新新闻，就丁顺王双山甲李奇彩虹报道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，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